手训练组合，第一个动作提翻手。好，首先双手提腕至胸前，注意四指下垂，手背相对。好，向里翻手，注意四指向回扣，大拇指向前竖起来，同时肘关节向后夹在腰的两侧。好的，我连起来做一次。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提翻手按掌，双手经过一次提翻手，然后向下按下去至胯前，注意掌心向下，手指尖相对，手腕处一定要压下去，同时肘关节要向前撑起来。第三个动作，提翻手二位手，先来做一次提翻手，然后手背向两边打开，接下来手背相对至胸前，注意肘关节弯曲，手腕贴住。提翻三位手，先来做一次提翻手。好，手背打开，同时双手上举，手背相对，肘关节弯曲，注意这个动作手臂不要太直。好，接下来提翻手双握立掌，先来做一次提翻手，然后双手打开，手腕向回拉至肩的两侧，肘关节向下弯曲，然后双手向两边打开出去，推出去的感觉，注意手掌要立起来，大拇指向前，这个动作叫提翻双握立掌。好，接下来提翻手，双手经过一次提翻手，然后手肘向外打开，手指平伸，掌心向上，注意下面的动作，大拇指跟食指相捏，左手经过一个翻手至左边的胯旁，右手经过一个翻手向旁边推出去，注意左边的手肘要架起来，右边的手掌心向外，反面推拉手。好，双肘打开，掌心向上，四指平伸，然后将你的手指捏住相反的方向推出去，注意右手在右边的胯旁。推拉手，双手抬至胸前，大拇指竖起来，手背带着向身体的两旁推出去。好，接下来手腕向肩的两侧拉回来，再来一次，注意大拇指要向上，然后向回拉。推拉七位手，双手经过一个翻腕，手背带着向外推出去，注意大拇指要竖起来，左手贴住身体，右手打开到肩的旁边。好，经过向里翻腕，然后手心向外推出去，反面再来一次，大拇指竖起来，手背向外推出去，右手贴住身体，左手打开。好，经过向里翻腕，手心向外推出去，注意手一定要立起来，对，四指相对，大拇指竖起来，这个动作我连起来做一次。一、二、三、四、五、六、七，反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位手领腕，经过一个推拉手，双手打开，手背推出去，然后大拇指食指相捏，右手向上，左手到胸前，注意这个动作，肘关节弯曲，手腕要推出去。好的，下面这几个动作我连起来做一次。五、六、七、八，一、二、三、四、
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五二三四五六七八六二三四五六七八七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五二三四五六七八。Thank you.